我在等吕曼飞练完舞，等吕曼飞，啊不是等吕曼飞直播完，我就去跟他排，他还没下播，然后我就说那我排完小周的了，然后我上来播一会儿，然后因为没卸妆，化一次妆这么贵，一定要好好合理利用。晚上好。哎呀，怎么这样啊？刚才累，现在已经不累了。越到晚上越精神，今天我要练一宿。你好累，你为什么累？我也好累，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吗？天哪，好可怕！我也是因为上班累，上班让人累啊，上班好累。我不好。我现在不太好，精神状态不太好，被社会毒打。被社会摧残的。这两天走了好多路，我也是。今天当 staff 了，对啊。找到了一个比当小偶像更赚钱的工作，就是当 staff，一天150呢。我晚上谢谢一嗨不一嗨送巧克力，我晚上要练舞，然后练完舞，我明天早上8点就得起，因为9点出发去剧场排小鱼的主演，排完小鱼的排小周的，然后但是他俩还不一个点儿排，小鱼的估计10点多排吧。然后小周是1点彩排，我又要在剧场待一天，然后从剧场回来，明天要去 N 岁的 unit，然后周一又要上4班公演，然后拉票，就是他们的那个给他们的助演。4班一场，8班一场，我又要在剧场待一整天。然后我们的舞蹈老师说，21号开始，要就是从每天早起9点练到晚上9点，然后还盯着我的眼睛跟我说不能请假，除非腿断了，还得把腿断了，断成2节的腿拿过来让我看看。因为我前一天想，我给他说，我说我想请假回家一顿，唉，打工人的不易呀。
痛并快乐着。但是就是请不了假，然后也没有办法休息。主要是他们俩的助演真的很难，比我自己的拉票难十倍。我为什么要接这种助演？我是脑子有病。你们怎么还不睡？去外面看电影吗？还是在哪儿看的？看的啥电影？虽然因就是我的舞蹈实力还就是前辈们不会找我助演，但是这两个助演是我自告奋勇要帮他们助演的。现在我流的泪都是当初脑子里进的水。哦，就是说他泪出来疱疹的那个，我看了，那前一段在抖音上可火，好看不？明天真的会好吗？是励志的吗？就是那种很恶俗的。他们都不喜欢打字。没事，我们静静的看着就好。默播，要不我表演个哭播也行。行为艺术，就是谁也不要说话，然后默默的流眼泪。学那个帅哥怎么喝水啊，你先看着啊，我还没教完。这个不是没有挤的，这个是我原创。就是正常人喝水不就是很丑吗？帅哥怎么喝水，先拿这个水，拿水拧瓶盖的时候记得看着你喜欢的人，然后你喝的时候记得看前方，看前方，不要看喜欢的人，要不然就会变成这样很丑。你要看前方。看前方这样。再看喜欢的人，然后然后耍一下。喝吗？记得要先喝一口，先自己喝一口，再问喜欢的人喝吗，这样就会让他产生一种天啊，这不就是间接 kiss 吗？要让他产生这种幻想，懂不懂？这就是帅哥必备的撩妹技巧，当然只给喜欢的人适用啊。你确定喜欢的人不会打你？他得多喜欢你，他得多喜欢你才能忍受得了这样的东西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不帅吗？你从哪学的？没有，我就是自己突发奇想。还有我教你，刚才教过他们的那个帅哥如何打领结，这个你可以用到，因为大家都穿格裙嘛。
就是正常人都是这样嘛，又丑而且又显得没脖子，你看他侧面看感觉在勒自己，然后帅哥如何就是就是打领结呢，首先先拿这个领结，是的，先单手捏之后头发甩过来，甩过来，然后看着他，看着他，然后把头发全部弄到这边，当然这个次数要少啊，尽量一次就甩到这边，然后这样子看着他，这样看着他，这样还是没有脖子呀。看着他，哎呀，等会儿，每次我在这都卡壳。然后你也可以看着下面，你也可以看着前面，你也可以看着他。但是这样系好之后不要动，拿手这么弄一下，然后把头发甩回来，甩回来之后，你看这个领结好看吗？就给他看，懂吗？这就是帅哥撩人的方法。未成年不要饮酒，你不要，你是喝多了吗？醉奶了，干杯！怎么先喝一口，然后看着喜欢的人是吗？你学的不像，因为你本来就不是帅哥。也是，我是浇花。对，你是浇花，不像我，我太帅了。给大家表演帅哥如何扎头发啊，这个还没有跟他们说过，我现在都是临时想的，就是这是一根皮筋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嗯，然后正常人怎么扎头发的，是不是就扎了，真的很丑。就是帅哥怎么扎头发呢，首先你要把帅哥都是时刻把皮筋捆手上的，就像我这种晚上睡觉都捆着他，然后你要拿下来之后先往后甩一下，记得是侧面看着它往后甩，然后拿手这样子，这样一边看着它一边扎头发。嗯，然后呢，然后扯一下头发要蓬松啊，帅哥都是很蓬松，然后把头发扯到旁边。嗯啊，なんですか？あ、なんですか？どうだ？試試看。あ、笑死了。对不起。学了这么多，跟大师学了这么多，你到底学会了什么？啥也没学会。太差了。你啥时候去练舞？我可能现在几点了呀？我12:30下来着，是不是过了时间？12:33了。嗯，你我，那我就下吧。那你来找我吧。嗯，我现在结束连麦。不，怎么每一次连完麦都这么糊？天哪！なんですか？李曼菲真的太会了，她是我见过最会的零五后，她好糊。对啊，好惨呀！明天要排练，所以就是得一直练。啊！救命啊！我为什么要给自己加注眼？主要是我明天早上7-8点就得起床，连续2天都是要8点起。他下了吗？他下了，我也下了。哇，我们要去练舞了，我真勤奋。希望周总看见了，给我涨点工资吧。你们要睡觉吗？早点睡吧，不要熬夜了。
拜拜。希望我们明天还可以见到。晚上好，我要下了，拜拜。希望明天会好的，希望明天会好的。拜拜哦。